舔一下就会有触电的感觉。哎，这谁给的鉴定方式啊？这也太特别了吧！我总觉得我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根本没有，哪有什么翡翠用舌头鉴定？但我还是觉得不对。哎呦！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、情感不顺、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82135。落下来就是假的翡翠。哎，我这是真的，我这是真的，搞定了。我剩下的任务就是怎么让他们别把我的抢走。哎，有先让我，有先让我，但是拿到鉴定法，但我相信你们对于自己手中鉴定法依然心存疑虑。这都不废话吗？这我这鉴定法这对吗？用舌头舔。再给你们最后一次鉴定的机会，去湖广会馆，那里有位世外高人鉴宝大师等着你们，但是他不会等太久。能不能找到他看你们的状况？我不行，我得赶紧走。